你可以帮杏仁搞定余神风啊。麻烦谁惹了谁承担，又不是我弄的。绿茶，我不需要一个上班时间只会看杂志的菜鸟来帮我。好险，我对于一个只有资历没有能力的主管做事也没有什么兴趣。说什么？听懂中文啊？干嘛动我余承风啊？碰了怎么样？你碰什么？我刚刚叫你不要碰了，碰你还一直碰。经理，我不想接这个 case， 能不能找别人做啊？沈杏仁，你要不要告诉他 rule number one 是什么？没有资格想，只有尽力做。问题是我没有想要做。那你辞职啊。沈杏仁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人是你带的，你就有连带的责任。这个拿去管理部。哦。我跟客户开会去了。送去管理部了。谁知道管理部在哪？好，那我送去管理部，你拟一份社柜的企划案，明天上班交给我。想要提升业绩，不是随便找个设计师来社柜就能解决问题的。京师百货需要重新改造，改变成旧人质模式，改变僵化的思考结构。Understand？ 你一个连企划案都写不出来的菜鸟，在这里讲这种话，不觉得很好笑吗？你到底以为你是谁啊？京师百货的接班人哦？我知道你听不懂我说什么，因为你的薪水就跟你的能力一样，少得可怜。对，我薪水少，但是我花的每一块钱都是我自己赚的。这个连卡刷包都不知道的自大狂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批评我？你这么有本事，去找余承风来设柜啊！要不然你就叫一份像样的企划书出来给我看看。已经很像样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回去写。11点的秦子奇人呢？我今天早上有打给他，可是他没有接。还没接，现在就变我的问题了，是？你给我打电话找他，否则的话我就把你。Hello， 秦子奇，你终于接电话。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你猜。嘿嘿嘿嘿，秦子奇，秦子奇，干嘛啊？上车啦。你失踪的事情，我晚点再跟你算。看看看看什么看啊？余承风发表会要开始了啦。这算公务哎？为什么不派车来接我？先生，你哪位啊？要不要我开巨星保姆车来接你？上车啦。能不能换个口味啊？好好好，上车。算我倒。行不行啊你？哦呦，坐好啦！搞什么啊？哎，有狗，有狗！你干嘛？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不然你还骑马？你骑，你骑。我不会啊。什么？现在还有男生不会骑摩托车？四轮我还可以，两轮我就不行。不会骑就不要在那边唧唧歪歪的。坐好啊！喂，你骑直线好不好？好啦，你坐好。直线，不要看到我好不好 ？God help me！ 干嘛？又不会骑摩托车？你自然一点好不好？你怕人家不知道我们是混进来的？
我第一次看服装秀，没想到就是余承峰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出过的每一本书，拍过的每一本杂志我都有，而且看了好几遍了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服装秀。哎，花痴，工作，花痴，工作，花痴，工作，很好，等工作完再发花痴嘛。花痴，工作，花痴，工作，花痴，工作，有慧根。他干嘛一直拉我？奇怪。你讲话，你看一下场合，你看刚刚那个状况，他有可能答应吗？为什么老是泼我冷水啊？试试看嘛。我是想提醒你不要花痴过头，期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哎，我觉得做人要正面思考。应该是期望越大，希望就越大。哎，我觉得这是傻瓜自欺欺人的想法。你是那家伙的粉丝，你应该知道他很难搞吧？哎，你讲话注意一点，人家是大师，你才是家伙。我说他是家伙就是家伙，人家是大师，你才是家伙。什么大师？大师是这样。大师，你干嘛跟你玩啊？两位不好意思，我是老师的助理，我叫 Michael。哦，对了，老师他请你们到这个地方跟他喝杯咖啡。他大概30分钟后会到这边。哦，对了，千万千万不要迟到，好吗？嗯。OK 哦。你看，人家请我们喝咖啡，为什么你也有啊？我大师只有找我就好了。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企划？我们做得很用心哎。看不看结果不都一样吗？你要是不设柜找我们来干嘛？哎，干嘛？本来就是啊，你有真来喝咖啡的。跟我到外面，跟我过来。干嘛？跟我到外面。大师不好意思，我处理一下。处理什么？跟我到外面啦，走啊！我马上回来。我自己走啦。哦哟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我们是来拜托人家，不是来找人家吵架的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给我待在外面，不准进来。你看一下他的态度。待在外面啦。嗯，你怎么会从董事长车上下来？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嗯，不认识。这么奇怪，不认识还从人家车上下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姓秦，董事长也姓秦，所以你该不会是董事长的？陈信仁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但你绝对不能告诉第二个人，否则我将来一定第一个开除你。有这么严重啊？有。我是董事长的儿子。讲话就讲话，靠这么近干嘛？拜托，你以为我真的相信哦？要糊弄我也先做点功课好不好？董事长的儿子去年在美国出车祸变植物人了。是。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。植物人？嗯，对啊，反正就是那种有钱的富二代，在国外拿爸爸的钱乱挥霍，念了几年书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到学位。哎，
你刚刚到底为什么会在董事长车上啊？我生了司机的亲戚。哦，司机的亲戚就司机的亲戚啊，有什么好说谎的、啊？我觉得你走后门靠关系真的不要紧，反正这种人多的是。可是你是不是应该再认真一点啊？你爸妈都特别拜托董事长让你到公司上班的，你再这样不就浪费他们的苦心了吗？我表现得怎么样，用不到你来关心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秦子琪，秦子琪，男生还这么情绪化。中，我郑重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